我要辅助吗？啊！哇，我开这行李船真的很牛逼！太小了吧？我实在受不了的，真的有那么点感动，各位，再这样我真的要哭出来了。又要我辅助是？我要辅助吗？我要辅助他。我方选择英雄。我可以啊，我可以辅助。来，我辅助。来了，我辅助了，各位。再一把，再一把 ，OK 吧？再一把。来，我再来一把。重责大任我来扛了。其实这把大象蛮强的，我觉得。但我想玩女超人，各位。女超人辅助要带什么啊？好了，随便带一个。我也来不及上厕所了。我在那边研究装备。没事。我这一把好吧，来，我女超人辅助，主持力女神，哇，这么凶的吗，兄弟 ？I wait for you。我们女超辅助就是要刚的，敢就是要刚的。全军出击。OK。敌人消失。我看一下。喂，哇，这么香。不会狙吧？来了，看好了，不是翻第二次。啊！控到。OK。兄弟们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来一波，来一波。闪没点到。画什么？画什么？哇，女超很痛的吗？兄弟小心。干嘛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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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位，走位，走位。哎，干嘛？有点懒蛋，勾出来了。看兄弟们，有点懒蛋，给解了，给解了 ，nice nice。我方中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对了，来一波，谢谢。快，高斩蛋，连连都说。兄弟，兄弟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现在挤不出眼泪来，各位，我现在挤不出眼泪来，各位，太爽了，八局宝贝。390，现在挤底挤眼泪嘞，各位。啊，这是我第一次生日，刚好有开台了，各位。啊，之前都在打比赛，这就是第一次开台生日的感动吗？啊，这个，哎，真的有那么点感动，各位。再这样我真的要哭出来了，再这样真的要哭出来了，各位。虽然平常都是孤零零的，啊，但是还是有大家的陪伴。就连对手都在祝福我，各位。好生日快乐，微笑亲亲，微笑亲亲，微笑亲亲。谢谢大家抖内祝福，谢谢。这样真的是要有几滴眼泪了。生日快乐，生日蛋糕。好，你先点塔，开一波。兄弟出来，兄弟出来，太凶。结束，漂亮。拉一下，谢谢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今年的照顾。主播生日快乐，笑得满地打滚。我拉一下，我现在也是，好不好？快点，看到了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我有个朋友小林，可以祝我生日快乐吗？哈哈哈！有吧，有吧，兄弟们，有像吧，这味道。谢谢，感谢你 Happy， 感谢大家抖内祝福，还有的留言祝福，谢谢大家。有像吗？有像吗？有像吗？有吧。行。看我开在行李超真的很牛哎，这不就来了？哇，我开在行李超真的很牛逼，我这个反控一冲杀，我这辈子好像没有买过一个蛋糕给自己。亲亲猫，亲亲猫，几点开播的？肯定是要晚上，哪有人白天在吹生日蛋糕的？哪有人白天在吹生日蛋糕的？肯定。多去会笑脸。让我先控一波，控到这个不安的，各位 ，OK。谢谢大家的生日祝福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我看一下，等一下，这波要顶进去了，来喽，来喽！哎，我真的觉得我辅助很有料，我真的觉得我辅助是蛮有料的。生日快乐，谢谢伟霆，谢谢。明天去买一个蛋糕好了。不用太大块，最重要的是上面需要有一个24岁，好吧？今年就圆满了，好吧？今年就圆满。
二是转换马上打辅助，行，哈哈，这么凶的吗？哎呦，中哦，兄弟，来，控杠，注意，我拉一下、哦，八十度 C 吧，我好像只我好像也就吃过八十度，因为小时候都吃八十度 C。攻回来，兄弟，停一个停！哇，我被小精灵 choose， 太辛苦了，宝贝，辛苦了，宝贝，为了给我一个动力祝福，谢谢宝贝，谢谢。我喜欢吃酸的，快乐哇，营地跳着，太香了吧，太香了吧，五十三小喵的，太香了，康妹宝贝，谢谢康妹宝贝，谢谢康妹宝贝，谢谢康妹宝贝，这把有点太大了，我这辈子直接收到两次。两次五万块，太凶了，太凶了！不好意思，拍谁？不好意思，新闻国头，拍谁？你们这样我都不敢下播嘞！不是，我本来是想说这场打完就要下，你们这样我都不敢下播嘞，各位，你们这样我都不敢下播嘞。喝一杯应该是那粉 ，OK 吧？喝一杯应该是再打一把，差不多吧？应该最多一两把了，对，应该也差不多了。结束！哇哦，辅助单杀，牛逼！没有，白牙是后天，对，白牙是后天，是二十三号，白牙是二十三号，各位，白牙是二十三号。哎，兄弟，你上升我是什么意思？哎，过分了吧，莉莉安！等下讲个生日感言，有点奇妙，对，因为我第一次开直播，然后刚好生日，因为我之前没有开过生日台。凯撒还开始撤退，我看一下、啊。干嘛？哇吼！他妈超痛！请求集合。我看一下、啊，几岁？二十四岁，虚岁二十五岁。过他，可以吗？这样，这个可以吃。进攻凯撒。水瑶，水瑶，哪一次？后方高地防御塔正在被攻击，开始撤退。哎，可以 ，all in，all in。我走了。先两个妹子是不是？慢慢来，兄弟，看明天有没有机会。我们不急，慢慢来。完蛋，这波有点冷淡。OK。哎呦，可以吗？哦，是有。哇操，他伤害有点高哎。可以吗 ？OK。这普鲁会不会孤单呢？还好哎。还行啊，我觉得还好。祝生日快乐，天天看月，当然爱你宝贝。感谢你1690祝福，谢谢。肯定是明年要再更帅的，你知道吗？毕竟戴完牙套还要再帅个五十年。开始撤退。哇操，超不少！呜呼，哎，很牛吧？哎，我女超真的很有料。妈呀，要不是世界赛断线，不然我那把应该赢了。你看我勾成这样哎。勾他。根本超绝，各位！真的有够绝！我真的觉得我要转辅助了，真的，我辅助太牛了，我辅助真的太牛了，真的我辅助真的太牛了。我们的 damage，、哦、本场第二高，本场第二高，你看我打的比其他人都还要高。第一个我们就是祝福大家，好不好？幸福美满，赚大钱，好吧？还包含我 ，OK 吧？第一个愿望。这样会不会算两个？因为我家里面会不会算两个？不管了，就算一个。神龙会给我许愿的，各位。第二个愿望呢，就是我也想好了啊，今年频道不错，希望明年比今年更好 ，OK 吧？啊，流量保证，成为流量保证，啊，明年每个影片都10万，啊，这愿望会不会太大？第三个呢，就不能说了，这时候呢，就需要一点
就需要一点关灯，需要一点气氛的各位。然后开始许愿，不能讲 ，OK？ 你不能讲 ，OK？ 没有圣诞好应景一下 ，OK？ OK？ 太完美了，各位。没有蜡烛啦，没有买，兄弟，没关系，明天再许一次。气氛有到，好，有点自闭，什么有点？我不是，我只是一个孤独的风中一匹狼。祈主播生日快乐，五彩纸屑求早日脱单，三年抱两。三年抱两是抱两个小孩吗，兄弟？还是抱老婆再加一个小孩？